随着时间的逼近，我们第一次在那个除了台北之外，除了对，因为以前我都只去台东跟花莲表演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是第一次在中央山脉这一头演出。可是平常都会来啊，就是一想到到台中就很嗨，这样子就觉得天气好，食物好，然后那个空气棒，然后马路宽，一切都很好。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觉得来这边就是玩乐，然后好像真的是第一次来台中演出，然后我们也很荣幸，呼噜咖啡馆邀请我们，咖啡馆的老板店主人萌萌，他今天不在，他就是我们，如果大家记得的话，就是我们乐团跟我们唱品里面都会出现的手风琴手，是非常好的一个朋友。那大家有空的时候要常来做哦。为各位带来最后这首歌，哎，有人说是，怎么知道呢？那我们来带一个摇滚版的，好不好？好，那可以一起唱啊。只是不相信这样简单的结局，只是怀疑自己误会的心情。原来在阳光下，你的背影竟是最后的记忆。终于的意义，还是会将随着褪去。只是不相信这样简单的结局。
洪世坚。对，你们要尽地主之谊吧。我们有安口唇。好啦，那这首歌，我常在讲说，这首歌其实，如果你想要给谁听这首歌的话，你可以现在拨手机给他，你可以打开你的手机。然后，如果你没有特别想给谁听的话，因为你觉得没有人对不起你的话。可以把手机亮着，让我们看到好像是一点点星光一样，很有气氛。手机打开了哦，耶，谢谢。这首歌叫《原谅》。哎，拨号成功了吗？还有围哦，这种气氛就是不要讲话，就像他还围着去吧。
在月光下流动着语言说，我已原谅了你。谢谢。